各位你哋好，一人一事又开始，我系你嘅节目主持威乌胡奕培。我身边个靓女，哇，好靓，睇唔到，睇唔到嘅。哈皮，大家观众，大家好。如果系个睇网上面嘅 video 嗰个咧，睇个背脊嘅啫，背脊系美人，背美人就系阿哈皮小姐。你好，多谢各位观众，多谢你做我个嘉宾，嘉宾主持。啊，听众都好，但系我喺我对面咧，亦都有一位猛男喎。靓唔靓仔啊？非常靚仔，差唔多。嗱，哈比我就唔講，我唔想講太多。嗯，以你女性角度，你咁 elegant 嘅女人啦 ，elegant， 你喺對面嘅男士，你睇咗啲咩出嚟先？哦，又有外在，有內涵。哇咦？嗯，肯定係。等肯定。嗯，肯定。肯定。咁你知唔知佢做咩噶？哇，佢好勁嘅噃，聽講。嗱，我少少介紹。好。佢個職銜咧係。三張卡片都寫唔曬，係啊，好煩嗰個人。咁但我收咗三張卡片咧。係啦，但我而家只可以講一個身份嘅就係，其實全香港，尤其是我呢個網台喎，係呢個網台同佢係息息相關四個字，點解？點解啊？嗱，你有冇見過啲制服團隊啊？咁多嘅。例如咧，你數幾個聽下。童軍啦，嗯，嗰個仲有，童軍之後仲有咩啊？仲有乜嘢啊？學校裏面有咩啊？大把啦。係咪有冇啲制服指揮交通有見過啊？唔係警察喎。交通部嗰啲咯，好有型噶，我知。嗰啲叫交通安全隊。哦。嗱，坐喺對面斜，坐我斜對面咧，佢唔望我，望住你啊。嗱，我坐我斜對面嗰位咧就係我朋友。嗯。佢係呢個香港交通安全隊嘅推廣及宣傳處嘅處長。話處長嚟㗎，係咪好型啊？嗯，佢叫 Raymond， 你同各位打招呼先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Raymond 你好，靚女你好，係咪好？係咪好？係咪好 man 啊？梗係啦，都話啦，佢有外有內咯。同我差唔多。係咯，但係 Raymond 咧，佢中文名咧叫做翁繼文。啊，你點知㗎？我查過佢㗎嘛。你查過，你冇搞錯啊？喂，人哋律師嚟，有啲唔知係咪啊？哦，好似係啊！好似你睇人卡片講乜嘢啦？你仲查啲乜嘢？你講我聽。我查到佢好多 background 嘅，講下其中少少俾大家觀眾聽下啦。咁佢係香港家庭咧法律協會嘅喎。誒，哦，即係家暴啊，老公打老婆，老婆踢老公嗰啲係嘛？係啊。嗰啲關唔關事㗎？偉文，嗰啲係咪家屬於你㗎？都有啲嘅，有啲嘅係。我一陣再講，繼續啊。咁咧，仲有好多 title 喎。咁另外咧，就係咧亞太法律嘅協會啦。喂，係啊。咁咧，唔好再講咁多啦。我哋同佢傾下偈好唔好啊？因為要再講咧，講五分鐘都介紹唔到你啊。我驚講半個鐘啊，係嘛？佢太多啊。不如講一講啊，哈比，你知唔知咩叫交通安全隊？我喺個印象之中咧，好似咧係教啲小朋友咧，教啲老人家過馬路啦，亦都維持交通嘅秩序啦。喺我印象之中。嗱，你知唔知點解我呢次一人一事揾佢啊？因為係你 friend 老友記，除咗之外啦，一始中的，同埋梗係咧教我哋啲香港市民咧更加認識交通安全隊究竟係咩嚟。呢個其最主要目的係咩咧？一人一事。嗱，威文佢而家你見到佢公職，見到佢個人咧，即係佢呢個人咧，其實影響好多人，佢影響咗好多人。我呢個節目就想每個人做一件事。佢背後影響人哋嘅生命啦，影響人哋嘅生活啦，或者人對某嘅事嘅睇法，係咪？所以嗱，威文，我點解揾你咧？嗱，我知你喺交通安全隊好多年，幾年？其實唔好多年。幾年啊？八年零。八年幾？嗱，作為你自己，我覺得你喺交通安全隊個即係嗰個經歷咧，我相信你影響咗好多人，幫助好多人。其實係我。某方面咧，我係同意嘅，但係其實我哋成個團隊先至發揮到呢個影響力。O K， 係啦，好啊，哈比，嗱你又唔好清楚咩叫交通安全隊啊？你可唔可以你自己親自以美女嘅角度去問一問呢個男士啊？嗱，唔該你，美女啫，唔好令到對方心跳。O K， 要咁樣先得啊！我要自制能力啊，俾啲真係咧啊！阿 Ray 成日都係咁樣樣整過我啦。好啦，咁我問阿 Raymond 啦。咁其實咧，你交通安全隊咧，交通安全隊究竟咧係為我哋市民咧做啲乜嘢咧？其實咧，交通安全隊其實有成半世紀嘅歷史嘅。咁耐啊？有。嗰啲制服超過五十年嘅喎。其實佢嘅制服咧有件古嘅，講翻嚟啦。咦係？喂，真係講古啊！你講講啊。
在當年呢，是一位我們的前總監，港督副官來的，他呢他就看到當時的六十年代即很多交通意外，咁於是乎咧，六十年代啲車都好慢噶，有咩交通意外？因為啲人因為啲人少見車，所以佢唔識驚啊，所以咧就好多意外啦。哦，即係亂咁過馬路。冇錯，咁呢位前總監咧就港督副官啦，當時當然佢有一定程度上嘅影響。西人嚟㗎係咪？英國香港人嚟嘅。哦，香港人嚟嘅，唔係英國人。冇錯。OK。咁啊，陳總監啦，就我哋前嘅陳。陳錦超太平紳士，咁佢咧就當時佢係港督副官啦，咁佢有啲影響力嘅，於是乎咧佢同當時警務處處長要求，咁就要成立一個交通安全隊，咁咧佢嘅目標咧係所有嘅學生學校嘅啫，開頭，咁因為佢嘅身份比較地位又顯赫啦，當年嘅港督副官，咁於是乎就成立咗呢個交通安全隊。咁但係個制服點嚟？咁咧，冇錯啦。咁咧，跟住之後咧，因為成個交通安全隊嘅 set up 咧，官階編制同埋運作咧，都由警察部、交通部咧去負責嘅。咁所以我哋嘅制服咧，係同當年九七前嘅港英政府年代嘅警察制服咧，接近一模一樣。啊，啲紐唔同啦，係嘛？係顏色唔同啦，金色同銀色嘅分別嘅啫。係。阿 Sir 帶我去問路都問咗交通部，都會喎，太似啦。咁後來咧？咁而家制，所以我講緊個制服啊。咁因為警察部去 set up， 所有配備啊、裝備啊、官階啊，都跟足警察部一模一樣。即係警司又有啦，幫板又有啦。冇錯。接近一模一樣。我想問你，你而家係處長係咩階級啊？係咩一個高級助理處長？係一個皇冠家嚟啦。唔係皇冠，係一個雙刀和花。係雙刀和花。係我加兩粒花。哇！好大嘅喎，警察部。警察部冇呢個 band 嘅。係啊，警察部咧係少一粒嘅。係。佢當年係有嘅，而家冇嘅。佢係少一粒嘅，佢一個雙刀和花加一粒咧。已經是高級助理處長啦。喂，各位聽眾咧，如果有機會咧，上網睇睇咧，咁我哋咧叫我哋工作人員咧，我哋嘅工作人員擺嗰啲官階上去啦，等人了解一下。可以。同埋咧，阿Raymond啲制服相好鬼死型。你哈比你有見過啦？我見到咧，我見到咧流口水，其實真係好型。其實阿胡導演係取笑我嘅啫，唔係啦，係啲好型仔啊。咁啊 ，Raymond 啊，我想問下你咧，咁你哋交通安全隊咧，其實咧為咗市民咧維持秩序之內咧之外，做啲乜嘢嘅咧？其實實際上咧，俾我哋瞭解多啲啊。我喺呢度咧，我好衷心同埋好認真咁講。佢平時都交通安全隊咧，所以佢要講要認真。其實咧，好多人起步啦，好認真，有內有外。繼續啦，嗱，我哋要令到佢輕鬆啊嘛，我哋要。我好輕鬆噶啦，我見到啊，繼續講啊。唔好意思啊，冇時間望你啊。好，繼續。其實點啊？我已經唔知自己想講咩好。嗱，其實我哋而家咧就我哋再講一樣嘢咧就係。我好想知道，哈比都想知道，喺整個交通安全隊，嗱我哋成日見一啲啦，警察指揮交通啦，咁啊交通安全隊喺學校嘅工作係乜嘢咧？交通安全隊學校嘅工作，其實咧我哋有最主要咧係宣傳同埋教育嘅，咁而家啲年青嘅小朋友啦，咁有陣時頑皮，好正常嘅。即係大部分都做個細路仔嘅都知道，多數都係頑皮。咁但係我哋俾一啲紀律嘅訓練俾佢，就等佢哋知道咩叫做紀律訓練。喂，而家更加需要喎。其實幾時都唔需要嘅。係，冇錯。係。咁俾緊佢哋知道咩叫 discipline。咁其實好多比較活躍，有啲人覺得係壞啲嘅學生，加入咗交通安全隊之後咧。都有很明顯的改變，因為其實他不是曳的，不過他頑皮。咁佢頑皮之中咧，等於他知道咩叫紀律，認識咗，咁佢就一路地改變
其實對於年青人是非常之好。與此同時咧，佢哋投入咗之後咧，佢即係朋輩方面咧，會話俾啲朋友聽：喂，紅燈唔可以過馬路㗎。木公仔閃咗又唔可以過馬路㗎。唔係㗎，我哋好正氣嘅，你睇我哋嗰套軍裝，唔敢打啦。你會打？你著軍裝出嚟都係嘛？其實我哋平時工作咧都會著軍裝出嚟。嗯，我哋通常同香港警察部嘅交通部門咧，都會著，大家都會著制服出去出外做宣傳。咁會唔會搞錯咗混淆咗？啲人覺得啊，哥以為你係。因為太淺了，我相信超過一半以上的市民咧都會混淆，係啊，係好型喎。所以我哋出去做宣傳咧，成日俾啲市民啊、年青的小朋友啊，要求同我哋影相啊。因為太型啦，制服。係啊，呢個其實有重要的，因為佢嚟影相之中咧，我哋會同佢講嗱，過馬路要小心啊，其實好危險噶。咁講翻咧，我其實交通安全，我頭先講緊，我好衷心咁講嘅，有少少遺憾嘅，因為咧交通安全植根香港超過半世紀，其實我相信有超過一半嘅市民已經忘記咗，或者唔係認識交通安全隊做緊啲乜嘢，呢個係一少少嘅遺憾，絕對係。咁與此同時咧，我又有個感到好光榮嘅地方，因為縱使是超過一半以上的市民不認識交通安全隊，或者不熟悉交通安全隊都好，其實我們呢是幫了很多很多的市民，減少了很多的傷亡數字。只要有一位市民交通意外死亡，它影響的是講緊一個家庭，即是我覺得這個才是最任重道遠的地方，同埋係我最覺得最光榮嘅地方，但係亦都係一個無名英雄嚟嘅，因為我哋咧係有好多數據嘅，咁我哋係由交通部咧俾啲數據我哋之後咧，咁例如嗰一區好多老人家有交通意外嘅，因為嗰區人口老化嘅，咁我哋就會安排一啲宣傳長官，例如一啲藝人，我哋所謂嘅明星啊咁樣。又或者我哋嘅社會賢達啊，同啲警察啊一齊落區去做宣傳，咁咧確實咧係會減少個傷亡數字，所以我覺得交通安全隊咧係救人於無形，非常之有意義嘅。嗱，有冇聽到啊？阿哈比，你要加入啦，哈比，救人於無形。你著制服行出已經得啦，係啊。但係我驚人撞車，企喺度，啲司機掛住望住你，望唔到撞埋啦。Raymond 咧，你話教育小朋友啦，因為我都係小朋友嚟嘅。係啊，得出，其實都係小朋友嚟㗎。我想問你哋教育佢哋係乜嘢咧？其實入學校啊，點樣樣去教佢哋點樣去守秩序啊？定係去小朋友好唔好秩序㗎？係啊，點樣樣去有 discipline 啊嘛？點樣教咧？其實咧，佢哋開頭都會好百厭嘅，大部分嘅經驗。咁咧，因為你會鬧啫，唔會嘅。我驚會鬧嘅，我以為唔會嘅。Raymond， 我肯定相信你。我錫佢哋都嚟唔切啦，係咪？得啦，我認作我起身行開先，兩位主持。點樣教啲小朋友啊？咁其實我哋紀律訓練咧有好多種嘅，户外活動啦，步操啊嘛嘅，步操啦，野外定向啦，同埋做一啲咁嘅課程嘅，訓練佢嘅領導才能啦。例如有時有啲叫做電腦犯罪嘅課程啊，我哋又俾佢上啦。又或者消防處提供嘅消防大使啊，我哋又會俾佢哋上。咁亦都好多勳章俾佢哋考。咁咧，童軍一樣嘢考勳章。冇錯冇錯，其實我都係童軍嘅副主席嚟嘅。係啊，我知啊，所以我哋頭先太多嘢都話啦，要介紹你半個鐘頭都介紹完啦，好啊。下面再介紹啊！下面幾集咧再介紹啊！唔係咯，真係太繁忙啦。係啊，我哋下次用三張卡片黏喺網上面算咯。有啦，各位觀眾咧，我一手上邊已經有好多張卡片啦，已經。好啦，繼續啊！點樣教導啲小朋友聽話咧？聽你講。好難教喎，英文。其實咧，佢哋一班小朋友走埋一齊之後咧，我哋就要俾個信息俾佢啦，就會知道要有 when and file， 即係要有程序，做咩都要有程序。等於好似你有個官階一樣，如果咪告佢。如果你努力，我告你。如果你肯努力嘅話咧，你就可以升級。係。去爭取升級之後咧，你就會有一啲嘅所謂叫屬下啦。
咁佢哋咧就係、是、會聽從你嘅指揮嘅。我真係咁一級一級收靚啊！嗱喺某程度上係咁啱嘅。但我哋唔係喎，嗱，佢哋個幾好嘅，佢哋捉到小朋友心態喎。係㗎，嗱，因為點解咧？你自己喺學校做 PFET， 你做過未啊？我梗係做隊長添啦，做 Happy Fat 添。唔係咯，咁你咁話嗱，我要好威，如果唔係喂，我做 Happy Fat 真係好犀利傳奇㗎，係咪啊？因為咧，老師話咧，哇！呢、這個細路咁頑皮，唔得，就抽佢出嚟，都要俾個做僆啊，官階俾佢，俾個官職俾佢，不如你做 PFET 啦，我唔做。嗯。點解唔做啊？咁樣，我話 PFET 太低級啦。咁咧，因為咧，我比較百厭啊，後生嗰陣時咁，於是乎咧，老師咧就話：不如咁啦，你做隊長啦咁樣。咁於是乎咧，我未做過 PFET， 已經做 Happy PFET 咗。哦，咁乞人憎啊！比較特殊。所以你而家啊，你因為太曳啊，所以你又將呢個咁嘅諗法就擺咗喺呢個小朋友身上啦。即係而家所謂要考有官階啦，你要收靚啦。但我想問你一樣嘢啊，啲小朋友喺學校裏面有自愿參加定係學校逼佢？其實係，我都希望，其實我都希望學校逼佢哋參加嘅。不過今時今日咧，咁民主嘅地方咧嘅制度咧，我哋都好困難去做。係點解學校點樣栽你哋啊？想知道。咁其實咧，學校有個課程嘅，如果佢哋有隊嘅話咧，就放學活動嗰邊咧，佢又俾佢自己選擇嘅。哦，係啊。咁但係我其實都覺得宣傳上係唔足夠咯。所以你而家就係呢個推廣及宣傳處嘅處長。因為我就位大概係八個月啫，做宣傳處處長。咁其實我都好渴望咧，可以為香港嘅市民咧盡一點綿力，去做一啲雖然係無名英雄，我覺得好願意，因為我覺得好有意義，真係好有意義。你覺得點樣吸引人哋去參與？因為你又嗱，你處長啦，係，係啦，宣傳處處長，你宣傳係全部你推曬俾你做啊嘛。我覺得吸引人呢個咧，推曬俾你做。吸引人咧，應該由哈比去講嘅呢個。應該哈比做大事，嗯，哈比做軍裝。喂，哈比你，我真女裝軍裝好鬼死靚喎。嗯，同97年前嘅女警一樣啦。喂，如果哈比做真係好鬼死靚喎。佢著唔著都咁靚嘅咧，係嘛？我想問咧，其實咧宣傳，其實你覺得以前講話唔夠啊？咁嗱，由你去改革，你點宣傳啊？其實我又唔好，唔係好敢講話以前唔夠嘅。咁但係咧，比較疲弱少少啦，薄弱少少啦。我唔係，係我係我係我係啦，代表同埋我胡導演講嘅，我不敢不敢。因為我作為胡導演，我宣傳，我對宣傳好熟嘅。其實咧，我覺得就比較少啲咯。我對呢次我就任宣傳處處長咧，我非常之有信心。係啊，因為咧，我身邊有位好好嘅朋友。咁呢位朋友咧就係我哋嘅胡導演啦，當然。哦。如果冇咗佢咧，我信心起碼減咗1%，不會嘅，1% 你聽住先，係100，冇咗個一字，咁變咗0% 嘅，你明唔明白啦？1% 好重要啊！係啊，你知唔知你個 percent 喺最前嗰個嚟嘅，大佬？係啊，幾重要嘅角色。所以你好似哈比話齋，喂，其實即係所有都係宣傳㗎，係啊，即係我覺得嗱，我都知道嗱，政府係 support。有 support 你哋嘅交通安全隊噶嘛？係，但我都算係好微弱噶啦，我都知道。係啊，係啊，其實咧，我哋個背景都幾好嘅，因為我哋嘅榮譽贊助人咧就係特首，或者之前就港督啦，而家就係特首嘅。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民政事務處嘅處長。係。咁我哋亦都係隸屬民政處啦，民政處轄下嘅一個制服團隊之一啦。嗯。咁屬唔屬於 NGO 你哋 ？NGO 絕對 NGO 嚟，絕對 NGO。你都唔知啊？哇，係啊！哈比訪問好多 NGO 㗎，佢個節目，但係冇訪問你哋喎。所以你唔講好多事，你都唔知係 NGO 㗎。啊，我哋嘅哈比主持咧，美貌與智慧並重，呢個我哋真係，我短短接觸佢5分鐘咧，已經嗱。離題題啦！我話俾你聽啦，我話俾你聽啦，哈比證明佢適宜做宣傳推廣。唔係啊，佢幾快推廣？喂，我未講完㗎，其實我未講完㗎。頭先阿哈比主持都話講緊
NGO 嗬？系啊系啊，冇錯啦。做咗 NGO， 原來你都係 NGO。我仲要想，唔好意思，我仲想講埋先。咁我講完美貌與智慧並重之外咧，因為呢個只係外在美嚟嘅，仲有內在美嘅。因為咧，佢做好多慈善團體嘅主持人。所以咧，佢不單止外在美，連內在美都有。咁你交通安全隊咧？交通安全隊如果有阿哈比去協助咧，我當然覺得更加多一個 percent 啦。咁咪仲喺你前邊啦，唔好意思。嗱哈比你要幫手推廣宣傳啦。嗱，其實阿 Raymond 一個好叻嘅 marketing 嚟嘅，我聽講係唔係？再證明佢其實佢成機拉攏你，咪你過嚟幫我哋手同交通安全嘅。推廣宣傳啊，係啊，哇！呢個簡直佢成日榮幸啊！嗱，佢成日都咁樣立馬嘅，知唔知啊？所以話點咁有信心？佢做咗署長之後咧，我好有信心嘅。你聽到佢講咩？佢周圍揾啲人幫手。我多謝排佢先。我想問問，除咗咧有機會咧做你大使之外咧，咁你仲有其他咩方面咧諗住去宣傳下，俾大家廣大市民知道咧，交通安全咧係對一個廣大市民係好重要性咧？其實咧，喺未答你呢個問題之前咧，我想解釋一下交通安全嘅組織嗰方面啦。其實咧，佢幾個 area 嘅，佢有幼兒隊啦，即係我哋幼稚園嘅美容善良啦。偉文，你真係咧，下次有機會俾阿哈比睇一條片啊！即各位聽眾都要睇睇，觀眾都有，聽眾觀眾都要睇一條片咩事咧？係咩？佢有幼稚園步操㗎，佢哋有，冇錯，係真㗎。我哋仲有係啊，我佢哋仲要嗌口號，嗌步操口號。有冇攞獎啊？有攞獎。佢哋有全香港嘅最佳步操獎，亦都有醒目小隊長。幼稚園生嚟㗎。佢哋幼稚園咧，佢啲小朋友咧會有一個叫做隊長。他會企喺出邊嗌 command 嘅，英文 command 嘅，佢哋全部嗌得到。我真係要睇啊！下面你講。係啊。喺節目裏邊得㗎。其實咧，好多家長咧，我哋曾經就係新界北區做一個幼兒隊嘅就職。你搞啊？嗰時。當時我喺北區係啊，係啊，你北區指揮官。係啊，我哋係全香港第一個搞幼兒隊嘅步操。哇！犀利喎，全香港第一個。你歷史以嚟。你諗嘅市橋又係啊？其實唔係諗小橋啊，小朋友嘅橋啊，正啊！小朋友咁有紀律喎，係啊，幼稚園咋？仲有我哋咧，大概有1000個學生到嘅啫，其實都係1000左右，即係中學生、小學生，幼兒園學生，幼兒成千人啊有。哇！我哋幼兒隊係佔我哋交通安全隊好大部分。哇！因為咧，其實有啲家長比較醒目，啲醒目家長咧，因為咧佢哋一定俾個小朋友參加，因為佢哋升小學嗰陣時咧係有分嘅。嗱，各位觀眾、各位朋友，記住啊，家長係有分計㗎咁樣。哦，咁嗰陣時嗰啲，你哋點樣教佢哋步操咧？步操咧，我哋會 train 佢哋一位老師，就叫做隊監，我哋俾佢隊名。即係間幼稚園嘅老師。係幼稚園老師或者校長。OK。係，咁就係隊監嚟嘅。我哋會俾一個步操課程俾佢上。OK。就係教一啲簡單嘅步操，因為佢哋幼兒隊始終啦，咁佢唔會有啲行進間嘅步操嘅。係。咁 slow march 冇啦。係啦，係啦，冇錯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就比較淺啲嘅簡單啲嘅步操咧，咁我哋會 train 完俾個 course 完之後咧，咁就個隊監會翻去 train 啲小朋友嘅。咁你哋會唔會有制服啊？佢哋都有制服。當然有啦。一定有制服㗎，好得意啊，肯定。咁好醒目添喎。好醒目啊！梗係啦。喂，呢個真係好勁啊！阿 Raymond 呢個真係咧，我覺得係真係好多人。喂，我想問嘅，童軍有冇幼兒班㗎？童軍都有噶，都有噶，系叫幼童軍。哦，幼童軍。嗯。咁嗰陣時同佢哋嗱，因為你係童軍噶嘛，你嗰邊。係。咁你咪兩邊都會喂你好忙咯，你。於是乎咧，我就係知道你阿胡導演你所講，我真係好忙。於是乎咧，我就有啲取捨。係。咁但係 end up 我就主力就放在交通安全嗰方面。哦，你將心機擺落咗。因為童軍咧係全香港最大嘅制服團隊。嗯。是 number one 嘅最大嘅，咁亦都好有意義。咁但係咧，我個人就比較重感情啲。係，重一來啦，一來啦，係咪？咁其次咧，就覺得
我個人比較急功近利。喂，金枝蝦比嘅，佢做嘢急，但係近利就唔係。因為咧，我想快啲睇到個 feedback， 即係因為我哋每年嘅傷亡數字咧，都係我哋一個鼓舞嘅，即係我哋最耐都係等一年嘅啫。咁我知道，喂，我今年做嘅工作係有成效啦，即係減少啦，因為傷亡數字啊、交通意外嘅減少咧，咁我就唔係話。交通安全有意義的童軍，而是我比較看到，同埋我比較喜歡。係啊，有數字俾你見到。係啊，因為我做法律當時咧，我就比較喜歡因為我自己中意揸車，所以我對交通條例咧就比較熟悉少少。喂，我有記得我打斷你少少先啊，阿哈比，阿 Wayman 曾經有一件事講，即係佢唔知記唔記得㗎，因為佢成日記嘢唔好記性。係啊，佢一次咧，嗱我唔知記唔記得喎。他真的幫了人的，他有一次不知道走哪條路，見哪條路有很多交通意外，那你特登，他是特登回去開會，是不是記得你講這件事啊？你講回這件事，他特登去為了，他不是，他是駕車經過，真的發現條路很危險，他就真的搞了一件事，搞了那件事之後呢，搞到那條路呢就安全了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其實呢，我有一天呢，就在皇崗口岸，那個叫港捷的停車場，即係出嚟嗰條路，冇錯啦。咁我當時揸車出嚟咧，我見到當時哇好多貨櫃車，好高速度，每一次個轟轟轟咁啊，係咁過啲貨櫃車。但係咧，我哋想出個路口咧，就睇唔到啲貨櫃車嚟。點解咧？個位置？因為個位咬後咗嘅出路口位咧喺後面。哦，有盲點。好大盲點。咁如果你要睇到前面有冇車嚟咧，你就要懟個車頭。盲到連交通部睇唔到。咁我又唔夠膽批評人哋，真係路政處又睇唔到。係啊，咁當時咧就，但係 Raymond 睇到。由於因為佢揸車啊嘛，由於我比較八卦啦，唔係因為你嗰陣做處長未啊？未，你仲係總新界北，新界北，新界北，新界北。咁嗰個屬於你嘅喎。係啊係啊，咁啊都係屬於我。佢於是乎咧，我就聯絡當時嘅警察部嘅高級督察道路安全主任啊Madam Wong。咁咩燈光咧就非常之好，即刻同我去安排。咁但係 anyway 都係比較佢哋，因為要通知道路安全組啊，又要再通知路政處啊，好複雜啊，又要通知嗰個道路工程組。OK， 因為佢道路部門係啦，幾個部門。咁縱使佢同我跟進啦，咁等咗幾日之後，有一張報紙賣。很大版篇幅就話遲早會有人喺度有交通意外或者死亡，即係 set 年就係呢條路啊！係啦，就係交通黑點。咁於是乎咧，我就即刻 send 份報紙影咗。你咁留意啊！你真係影咗咧，做嘢喎你真係有做嘢㗎，係真係做嘢喎。係啊，跟住咧我就即刻 send 咗俾阿 Madam Wong， Madam Wong 更加有效率啲詞，佢咧直情係發脾氣咁樣。就嗌曬我唔理你，你即刻派人落嚟，晏晝兩點鐘就要到啦咁樣。咁於是乎咧，咁啊道路工程組、道路安全組、警察部嘅，咁啊同埋地政處啊、路政處啊 ，sorry 路政處嗰方面咧就即刻有配合。咁你又佢哋係即日嘅下晝兩點鐘，我哋喺個西 visit 做到四點零鐘。即係你我喺現場，我喺現場嘅。係跟住大概兩三個鐘頭之後。已經全部成條路前面咧擺曬牌，萬洗牌喺度。咁喺一日都唔夠，那個改道咧，用即係佢臨時性嘅用雪糕筒咧，就矯正咗條路先。跟住唔使一個禮拜之內咧，已經全部更正好曬。我係非常之開心咯，覺得警察部呢一次交通部咧，非常之快，合有效率，同埋其實可以幫到人，其實你呢個呢件事咧，教到好多道路使用者啊，即係你見到其實要出聲咯。係啊，尤其是咧，其實好多交通安全隊嘅嗱，我講緊頭先講緊幼兒隊啦，其實我哋有成人贊助隊伍嘅贊助長官，即係我哋呢啲咯。成人贊助。咁贊助長官咧就係出錢出力嘅。其實啲義工咁形式咪俾錢咯。係啊，其實我哋每年都要俾贊助費，包括啦胡導演都有俾嘅。係啊，咁又要出錢又要出力。咁但係我好開心咧，我哋嘅宣傳長成人長官咧，大部分都係
很多MH 啊、太平紳士啊、榮譽勳銜啊、行政長官讚賞啊咁嘅社會言達咧，都喺我哋隊度做隊贊助長官。其實裏面咧，龍即係裏面都話卧虎藏龍。係，其實好多真係好多嘅，即係有機會我哋有機會咧，下次帶下邊參加啲咁嘅 party 咧，即係裏面嗰啲。我想啊，唔知佢肯唔肯咧？喂，因為裏面咧，可能好多言達佢都識嘅，因為佢訪問咗好多人。我相信，我相信。係啊，係啊。多謝先。都係唔好啦，咁樣。都係唔好啦。一定讚賞你嘅。喂，同埋咧，同埋一樣嘢咧 ，Wilman， 即係講翻我就話，即係如果。與當初你不是那麼多事，你不是做交通安全隊的這個長官，你會不會出聲？我會，但是我不懂怎樣出聲，因為你做這個職業，即是你現在做這個公職，你懂得怎樣出聲。是的，我只是可能說，哎，明知這裡是這樣的了，都不知道跟誰反映，是不是？那我就說回頭，剛才在說，我們的贊助長官呢，其實他都有這個責任和他可以提出的有問題，見到。同埋佢哋要有上 course 噶嘛？有嘅，但係因為頭先都講啦，佢哋啲社會賢達，個個有啲身份，社會有啲地位嘅，時間又肯定唔夠啦，係咪？卡片五六張都連係嗰啲仲犀利，冇錯。咁啊，佢因為由於唔夠時間咧，所以上 course 嘅時間都比較少，啊，亦都好趕啊，來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係啦。係。咁我想問咧一樣嘢啦。你而家你哋個處啦，你個推廣及宣傳處啦，其實喺交通安全隊都算一個好大嘅部門嚟，因為我個責任歸你呢個推廣宣傳啊嘛，你有幾多成員啊？其實我哋隊員有萬多人，係萬多人啊。咁但係其實咧，我都係講翻，如果交通安全呢樣嘢咧，係要我哋團體。是大家合作的，即是就不要有你顧你我顧我的情況出現，因為呢團結就是力量嘛，是一首歌就有了，是啊，但你不要唱，你都不唱這些的，你唱一些新很多的。是啊，我想問一下你，剛才做了一件好事，那如果普通市民看到一條道路有什麼問題，真的是哪個部門反映也有 feedback 給他們呢？作為我如果我揸車見到真係我唔係你嘅職位，我唔可以即刻咧辦到嘢，咁應該做邊？其實咧，香港有個叫其實香港有個叫道路安全議會嘅，道路安全議會咧有個投訴電話嘅，我會稍後查翻通知翻大家啦。咁道路安全議會有個投訴電話嘅，咁道路安全議會。收到呢個投訴之後咧，佢會通知警察部去跟進。係，警察部跟進。係冇錯，警察部警察做好多嘢嘅。係啊，係啊，係啊。警察都做埋依交通安全。好多㗎，當然啦，當然啦。宣傳同教育好重要。所以交通安全隊其實佢嘅職責咧，同警察部幾好 close。係啊，所以呢樣嘅嗱，今日好快喎，咁我而家集完啦。好快啊！咁快。係啊，所以Wilman啊，你留低，我仲有下一集。我希望再講多關於交通安全隊嘅嗰啲推廣宣傳，又或者我將來我哋有啲咩可以幫手啊？好嘛，俾大家知。哈比都好多問題㗎，係有問題同你。其實我都係好多問題想問哈比一陣。啱嘅。好啦，咪後啊，好啦，咁你哋兩個各位聽眾，咪後嘅兩個講乜我就唔知啦。好啦，嗱，今集好開心，我哋又講完啦，好多謝Wilman，下一集我再訪問啊。多謝Wilman，下集再見啦。OK，拜拜。幼稚園暨國際幼年。